يقضي شوفي.哎，快看，张大师又去了。简直仙人在世，法力无边呐！好厉害啊！惊心动魄，相称一绝啊！可不是嘛，太上老君没见过这么牛的神仙。四方神灵，听我号令，起！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？别影响张大师。不要！好啊！我太激动了，我媳妇儿被激动了，要媳妇儿了你。看我砸了你！老兄，不要再害人了！这人哪来的？不就是辫子吗？马上给你辫子。道长伶牙俐齿，手法一流，仍可谓花开并蒂，德艺双馨，有负聊聊人生。看热闹上边看去。你干嘛？不跟你生气。原来是杠杆原理。一手肘做支点，用杠杆抬起桌子，简称抬杠。水下油锅，横插放锅里遇热起烟，水银藏在骨头里遇高温分裂。还有白磷，通常40度自燃，当心玩火自焚哦，别信骗术，走进科学。兄弟，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我记住你了，记住了，我叫孔雪莉。新来的捕头，狂犬病。当患者出现暴力行为、不可自制的兴奋感、恐水症、部分肢体瘫痪、意识混乱或失去知觉，即可诊断为狂犬病。因受病毒侵犯至中枢神经系统的时间影响，患者的病发时间差异相当大，长可至1年，短可至1周之内。现代医学对狂犬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，一旦症状出现，狂犬病的致命率几乎是100%。重症患者一般于3至6日内死于呼吸或循环衰竭。没得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我可怜的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孔雪莉，无为清明，曾经领略过岁月无情，如今只想寄情山水，当个无为而无不为的美男子。人生苦短，把握现在，活在当下，及时行。浮浮沉沉追寻梦，梦醉梦醒一场空，开心最重要。不过哥有一个原则，不信妖魔鬼怪，从来都是我骗人，哪有人骗我。都查清楚了，是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去的。死者名叫杨国辉，独居，有一个哥哥在当铺做朝奉，刚才派人去叫了。哎，那个就是杨国辉，死者的哥哥。旁边那个穿蓝衣服的就是死者的嫂子。
一直关照我生意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我严海平，原生酒楼老板娘，外柔内刚玉娇龙，八面玲珑金镶玉，骗我钱门都没。来来来来来，满上满上满上！来来来来，干了干了干了啊！哟，来干了干了啊！哎呦，不愧是留洋归国的孔捕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第一把就烧跑了张驴子。这个男人不一样，这个女人很特别。孔捕头初来乍到，老板娘，你要尽地主之谊啊！看陈大人说的。您才是咱襄城的主啊！来，孔捕头，我敬你一杯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慢，我要出招了，我要喝老板娘手里这杯。臭男人，一个德行！色批恶心，不要脸！孔捕头有一手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棋逢对手有一套。孔捕头，这酒可还合你意呀？甜。啊？有那么甜？好甜的酒。哦，真有那么甜吗？我尝尝。哎呦，我这酒怎么这么辣呀？哎。是老板娘甜，老板娘甜，老板娘的酒，甜上加甜。大人要不要试一试啊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这酒这么辣，跟老板娘一样辣。我看呀，是孔捕头的嘴甜。你们慢饮，我还有客人。就先不陪你们了啊。一会儿抽空过来喝两杯啊。好。晚上一起赏月，随便聊聊人生啊。这个男人有点意思。啊！哎，雪莉，雪莉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雪莉兄看似坐怀不乱啊，分明就是我辈中人，这谁曾想？挑起情来如此有腔调。哎，这不难，这不难，在大人面前班门弄斧了。哎，来，别客气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哎，这位不用介绍，师爷郑桥。这位呢是方栋方捕爷，本县的捕快，目光如炬，非常犀利。你们俩在工作上要相亲相爱，哎哎哎，多交流交流。好说好说，哎，交流交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各位，来，来，给你接风。方捕爷，孔捕头西装革履，一表人才，没想到为人轻薄浮浪。我这杯酒一点也不甜，怕失了您的雅兴。雪莉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喝我们喝。客气了，您一表人才，世人楷模。我猜方捕爷酒杯中的酒是酸的。酸涩难咽。罢了，我不勉强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哎，我们一起陪一杯。好好好，陪陪陪陪。哎，雪莉，我经常说，这不在一起喝花酒的就不是真兄弟。哎。狐狸精发情甜，吃了小火眼寸寸肝肝短。给我打！老东西，打脸的货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喂，狐狸精，进来！不要扫了大人的雅兴，这不难，老疯子交给我。哎，孺子可教，走！哎，吃了小火眼寸寸肝肠短，肝肠短。你吓谁不好，你干嘛吓他呀？狐狸精发情天，一如小火眼，寸寸肝肠断。狐狸精，狐狸精，什么狐狸精？保佑我爷身体健康。
不会吧，这帮人真的这么傻，怎么还拜这些？工作太难了，连衙门里都在拜，这怎么忍？哎，你们这。干嘛呢？你就是新来的捕头啊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罗刚刚。罗刚刚，你呢？张强强。你呢？刘胖吧。哦，刚刚强强打打胖胖，你我我他他壮壮，还有木有样？跟我进来。 说，为什么拜神？大家都拜呗。对，大家都拜。嗯，说，拜的是什么神？不能说。说什么我给忘了。宫门之内，正大光明，以后再有烧香拜佛、怪力乱神的行为，就地革职。 去把刑案撤走。是，是。太难了。空捕头。嗯。方捕爷早。老板娘，晚上一起赏月聊人生啊。去你的，没正气。嗯。方捕爷。 满大街都在拜神，他们在拜什么神啊？在拜狐仙啊。哪儿来的狐仙？据说这狐仙呢，每年都发帖设销魂宴，接到请帖的人都会去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么多年就没人回来过。销魂宴有点意思啊。听人说那儿用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。 我们用的油灯灯芯朝上，狐狸精用的油灯灯芯朝下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点的，不会漏油吗？方捕爷也相信有狐仙吗？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哦，那你相信有狐仙吗？信呀，怎么不信？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哦，哪有什么神仙妖怪，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。你别胡说。 小心狐仙怪罪。狐仙要设宴在哪儿啊？说是在程家沟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啊，好神秘啊！哎，这就走啊？嗯，舍不得我呀。舍不得你个鬼！嗯，不像个样子。 快来拜狐仙保平安！销魂宴上没酒香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不愁黄金堆满山，一个一个来莫急莫急。哎，拜狐仙嘞！哎，拜狐仙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呀，这怎么就他了？怎么干这？ 怎么发的？圣地呀，这可是！我这人是，这得罪了狐仙，这可不好。你看看你，狐狸的胡子都写错了，能不能提高一点行骗的业务水平？苦瓜脸，你心太狠了吧？啊，我起错庙，我容易吗？我现在啊，要去程家沟找狐狸聊人生。 要求他们来城里面开抢夺宴，普渡众生。有没有人跟我一起？我自己去。长安太子。
不是说要销魂宴吗？出来啊！狐狸精，狐狸精，再不出来喝酒，我就回家了啊！我回去了啊！我真走了啊！是要和我玩玩啊！这手还能再假点吗？就不能好好做一个？站住！就你这三瓜俩枣的，还想吓唬你孔爷呢？啊！你还不大不是挺能的吗？啊！看我不抓住你！扒了你筋，抽了你！哎呀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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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啊疼疼疼！好你个张驴子，你敢吓我啊？我刚才也那么想，你都不害怕吗？你说你跑那么拼命干嘛呀？你也没什么大罪，至于吗？对呀。我吓你又不犯法。哎呀！哎，我现在问问你啊，你和狐仙好像很熟，我怎么才能参加狐仙的销魂宴呢？得收到请柬吧？哦，那怎么才能收到请柬呢？这就得看缘分了。缘分？信口雌黄、胡说八道、骗人之前先搞搞清楚。做坏人是要讲逻辑的，否则同行会笑话你的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太对。哎呀，看来我得努力才行啊。这样，去我家喝点小酒，我跟你聊聊人生，怎么样？好啊！好你个大头鬼啊！再见了，宁南。鬼呀、鬼呀、鬼呀、吊死鬼！那你是什么鬼啊？真有鬼啊！那是普通的麻绳，我都看过了。这麻绳是湿的，麻绳沾过水会变得更结实。这新的麻绳刚碾下的。双眼闭合，唇口发黑，皮开露齿。真是太奇怪了，上吊不都吐舌头吗？被缢死者若绳子在喉结之上的话，则舌头抵齿不出。他所说的那种状况，是因为绳子在喉结底下，懂了吗？喉下痕紫赤色，直至左右耳后发际，横长九寸。脑门后有两道伤痕，从伤痕上来看是被人勒死，然后吊上去的。指尖有血污，身上有擦伤，呈紫干色，
此前应该是有过长时间的摩擦，尿失禁，结论勒死。这不难，就是被人勒死的。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自杀呀？小强，你何曾见过疯子自杀呢？老疯子指尖的血污分明就是拉扯的时候弄伤了自己的指甲。疯子靠本能活着，本能向来都是求生，没有求死，破案太难了。哎，你看啥？这干嘛呢？在这儿呢。地下有宝吗？这是木脑啊？还有宝？说是在这儿。这是啥？对呀，没见爬出啥来了呀？就是。查案呢？老疯子这几天一直睡这儿。可不是吗？朱大成还老打他，我有的时候去给他点吃的。昨天你最后一次见老疯子是什么时候？亥时，我打样的时候还看见他来着。人还在呢。张驴子引我出来的时候是子时，也就是说老疯子遇害的时候就在这两个时辰之间。老疯子死前尿失禁，地上有尿水的痕迹，地上有拖拽的痕迹，老疯子身上有擦伤，说明这里才是老疯子的死亡第一地点。他是在这里被人勒死之后拖到大树下，伪装成上吊自杀。真脏啊你！摸了老疯子的尿还来吃我的瓜子。超，在距离大树十几丈的地方发现了这只鞋子。去把那个蓑衣给我拿过来。哎，让一下。铺这儿。拖我走。啊？拖哪片头？大树下。大树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真是。让一下。这些人都有嫌疑。这胡子似曾相识啊，这不难。大人可还舒服？大人啊，哎呦呵，这自从孔雪莉来了降城以后，这处处跟这些地痞流氓作对，这坑蒙拐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哎呦，他娘的不知道我的规矩啊！他都收拾干净了，我上哪显威风去？老爷，别那么大火气嘛。对对对，大人您消消气儿，这我也不知道，这我以为这孔雪莉她挺聪明的，谁知道这么不懂规矩啊。哎，你过来过来。上次喝花酒的时候看她调戏老板娘的样子，还以为是我们自己。对呀，大人啊，就怕这个孔雪莉她是扮猪吃老虎。哦，有道理。哎，这样，过两天我点拨点拨他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大人您喝茶。哎呀，不喝了不喝了。哎，宝贝儿，给我来揉揉背。好嘞。哎，大人您背怎么了？关你屁事，一边带着去。啊，是是是是。又是谁呀？我。堂下夫人有何冤屈啊？大人。我儿子丢了。你儿子丢了找我们来干嘛呀？不找你找谁呀？县令，你儿子是谁呀？我儿是丁涛。哎呦，老头，连我丁涛你也敢撞啊？
你怎么拿我的？要拿我的钱呢？哎呦！来，你打我呀！我跟你说，在这襄城的地界上，他真就没人敢动我。孔捕头，不是我说你呀，你说人家丁涛原本在街面上好好的走着，结果被你一顿毒打，气得离家出走，留下年迈的老母亲无人照料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大人，我儿子是因为接了销魂宴的帖子离家出走的，跟孔捕头没关系。混账，你个老东西，本官说他就是离家出走，你非说赴宴，编不下去可是丑。他现在赴宴去了，不想回来了，那你找本官干嘛啊？如不看你年纪老迈，先杖责20。来人呐，推他。你先起来，别着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天我儿子刚回家，一瘸一拐的。也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张请柬。请柬长什么样？大红的，上面画了个狐狸，里面有字儿，我不认识。哦，我儿子看到请柬，哈哈笑着就出门了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又是这个销魂宴，这些年不知道害了多少人。我的乖乖，你张口就来，说的你好像什么都明白一样。我刚来，莫非方捕爷知道小狐狸的事？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这人也太自大了。啊，什么怪力乱神？你们只懂得烧香拜佛。凭我的资历，比你见过更多不可解的东西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他不说，并不代表没有。山川草木，世间万物都有灵性，不是你说一句就能抹杀的，知道了没？我不同意。从科学角度分析，你说的这些都是封建迷信。襄城的安宁，全都是因为有了上天的保佑。你什么意思？狐狸就是狐狸，怎么保佑你们？哼，有本事给我来一张请柬，人间的宴席我吃腻了，狐狸的我还真想尝一尝。娘，哎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小心拉肚子。屋里啊有凉茶，你呀进去休息一会儿，咱饭马上就好了啊。好。这马上就好了，这孩子就是着急。咋了？能不能走点心呢？宣纸还没我家厕纸厚，写字的金箔一碰就掉，真是给狐狸丢脸呢。孔大人，怎么办啊？这不难啊，狐狸请赴宴就去呗。我去倒也没啥，可我娘咋办？那里可有金钱美女啊，你舍得不去？舍得，守着我娘更重要。哼，你倒是个孝子。他爹就是参加这个宴会一去不归的，我们家可是九代单传，他还没成亲不能去啊。嗯，这不难，这个事儿啊我替他去。啊，这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了。
的。不用了，回头捉两只狐狸给你玩啊。孔雪莉，老板娘，你找我。进来。你真要代替小刚去赴宴？这还要假？不过我今天晚上去了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怎么样，跟我一起聊聊人生？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别嬉皮笑脸的。我很正经啊。你去死吧你！放开我！你关心我呀？你放开！什么情况？放开！还给我！抢去好多，这都行？还给我！等我回来，给我做桌好菜。还给我！狗啊！曼摩洛，给我拿双鞋去。哎。受宠若惊啊！这么大阵仗，搞得好像我去送死。你此行恐怕是有去无回，这杯就当道别。方伯爷多虑了，这没什么，都是骗人的把戏罢了。我这个人比较乐观，等我回来聊人生。其实吧，我是想陪你去的，但是我哥不让。这人真要去啊？真的要赔你几千吗？这事怎么摊到我头上了？嘚瑟吧，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你真是狐仙啊！哼，让你见见老娘的厉害。还有尾巴呢，有蚊子。你说这儿这么多蚊子，你们狐狸不嫌烦吗？啊！你这个人废话可真多，来赴宴的吧，跟我走。我是好心啊。三月十五月花花，销魂宴上。倒挺大呀。欢迎来到销魂宴，老妹儿整点音乐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九池肉林吧？春风弹唱，细雨绵绵，样样不少。楼上的风格也不错。
你是？你的请柬呢？哦，哎呀，请柬忘带了。没关系，本来想请小刚的，但是没想到请来了孔捕头，意外之喜呀。你认识我呀？孔捕头智斗张道长一事，早已传遍降城大街小巷了。哦，狐狸精也问人间事。孔捕头是聪明人，一点心意不足挂齿，希望孔捕头笑纳。黄金百两不成敬意，只求孔捕头能装聋作哑，不要断了本仙的财路。我要是收了，这降城的父老乡亲们一个也不会放过我，我可太难了。你是人吗？我是人啊。黄金美女你不要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哎呀，可是我要脸啊，不像那头姓张的蠢驴一样。你喜欢把天聊死吗？那恐怕是没得了。你不怕我吃了你吗？你吃。这块硬骨头，我的肉可不好吃。你竟然软硬不吃！哦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哟，张驴子又吓唬我。像花都是嘴里的狡猾，吃着瓜装什么潇洒。